小时候，是很小，就因为在家里自学嘛，然后他的时间就蛮多了。没有，不是一开始说要学柔道吗？没有，柔道是我讲啊，可是妈妈不同意啊。学一学，妈妈说不行啊，所以赚太多、啊。有啊，带你去一次看都不想去。看一下，摔一下，算不行。带他去一天，一个晚上两小时、啊，坐旁边哦，没有摔哦，可是看到别人摔下去，他都不想。啊，那啪！还有西明的那个教练，就是柔道教练，也是我朋友啊，一直叫他去学柔道、啊，他说不要、啊，他说你力量很大、啊，可以拉呀、啊，你很高啊，什么有的没有的。其实没有想到他那种会去。打篮球是 professional 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好玩而已。因为他去新生公园这边，就是那么小跟大人打，不是跟小孩子打，跟大人打。然后丢三分球啊那些，他都很多人都印象蛮深刻的。还有的客人来说，哦，这个人我印象蛮深刻，三分球红。好厉害哦！因为我打一打，我说，隔都打完，隔壁有牛肉面可以吃啊，肚子饿可以吃，打完牛肉面可以吃。我那个时候我不晓得他怎么去西敏，因为那个时候是他哥哥，他们知道西敏要抓人嘛，就是抓几个人进来篮球队。哥哥有帮我去找，哥哥介绍我去。然后他去西敏打一打，就被选上去了。然后从西宁开始，可是其实他蛮厉害，从这边跑到北投，每天早上六点起床，五点半起床，每天去，然后到未来已经晚上，再睡觉，再隔天就还是一样。五点半先起床，然后5:45出门，5:50的公车，然后公车到捷运站，捷运站再到北投站，北投再转小巴士上山。其实志安这个孩子蛮特别的啦，哦，当初其实他我们其实不知道这个孩子他是报名自己来的，那我们当初就看也想说，第一个，哎，这个孩子其实一看就是混血，那其实在于他是考试当天才来，以前没有来过，那在于其他的天生的协调性，我觉得跟爆发力就比同年龄的好，而且小学个子也还一般，那后来在应该说在国中这个养成阶段啦、啊，我觉得他自己自我要求蛮高的。哦，包含其实他训练完之后，他很喜欢去新生公园斗牛。哦，那从小跟哥哥就到处去打球，哦，去打野球。哦，那当然我们在106年也拿了甲级第六。哦，那他也拿下第一届的得分王。他是固定版，我是电视版。因为爸爸要顾身体，对，然后他是固定版粉丝，我是固定版电视粉丝，对，我这是这边看完之后，这边结束马上回家重复开始，第一个就是看他打球，还有一次没有录到我就气了，没有，不是没录到，他们录到好像跑掉了，我都气很大，你们连那个录你都不会啊什么一大堆。那时候跆拳那个篮球我都不懂位置啊，就是我们小时候也是玩篮球，可是好玩而已啊，就随便丢丢着，什么叫一步两步，什么叫20秒，那些我们位置都不知道。后来他上了以后，慢慢了解了，变他的粉丝啊，电视粉丝，有啊，还有一两次跑到他那边，但是我每次去那边看到他们输，没有赢。然后回来说不去了算了，因为气嘛，很生气，很想在那边说火很大，要跟他们讲到底在干什么啦。抱怨的部分，其实这个部分是就是老教练跟教练先了解嘛，然后他们转到他这边，好，然后问他的怎么讲他的意见。那时候他其实还 OK， 可是跟他要讲清楚，你不是跟以前一样每天晚上可以回家的，你一去就2个月搞不好不来了，因为你要习惯环境啊。其实他还 OK 啊，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。
一开始还是会想家，刚来的一开始。但当然了，一开始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习惯吧，一定是不习惯的。跑到一个地方，妈妈爸爸不在，家人不在身边了，然后那都是同学嘛。现在要真的感谢教练了，又照顾他，弄到一个很怎么讲机会。机会是有啦，但是一般我们就讲的是他没有那么技术不够好，当然是从小过中到高中你一下跳的时候一定会有差别，包括不要说篮球，所有的运动一样，因为高中有高中的力量，高中有高中的力量，速度什么都会比不一样，如果赔不上你就没办法，一定要跟着他们陪，主要是跑步啊、动作啊什么，还有练习的时间会更长。高中搞不好一两个小时，可是高中不一样，高中你已经长大了，超过16岁了，所以时间都不一样。然后要控制体重啊，高中的时候谁控制体重？大家吃喝，随便吃随便吃。对。可是高中不一样，要真的，因为跑步要快啊，教练在看啊，这个部分我就是要真的感谢教练，有这个机会给他，他就训练出来，他现在训练6块啊，6块还没出来，训练出来再长还没长。其实就是适者生存，不适者淘汰吧。在高强度的球队，你一定要展现出你自己啊！不展现出自己，你一定就是属于在后面的。所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你一定要展现出属于你自己的，然后也要给教练喜欢，说你的球风是教练这个球队所需要的球风。所以这样才能就是证明到说教练会用你之类的。对，对，忘记我们的新的高，对新的教练也要感谢。这个部分，他有找到这个机会送你到高友，那我应该去咨询吧？啊，我应该现在就变牛变小开了。有啊，如果不去做这个，就要做我的助手啊。好，那时候其实我就。应该是说高中未来转型这一块其实很早就告知他了，因为我觉得他有点定型了。那其实当然去了，原本先去松山嘛，那后来因为适应的关系，他跑了去高院。对，那其实他的问题，其实后来有跟场明教练都有在聊了。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心态上的调试啦。我觉得孩子没有问题啦，那心态上的调试以及球队的打法上，我觉得这个。毕竟我们只有去配合团队，不可能团队来配合我们、哦、因为当初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他就是哇射手投不进还是要射，他可能一场球给了10几球20球的空间，可上了高中大家都是精英，而且上了高中说真的个人的能力素质大家一个比一个好。对，那我后来有发现他目前在那边的状况其实有遇到瓶颈了，他可能国中的投球的分网在，然后加上他高一，我们其实就蛮培养阮志安的。那到了高一、高二，我们都他都算在我们12人名单之内。那今年高三了，也是他高三的最后一年。那他现在的状况其实有慢慢的稳定。对，那其实他今年的外围火力其实对我们今年是很关键的一环。他其实有一些撞墙期。他到高三，可能教练也会给他不同的角色。所以虽然说他前两年他也是有在十二人名单，可是他可能上场的时间就变得很多，然后可能也变成说他担任角色可能也不见得能够马上就有发挥，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要到高三之后慢慢比较。那前面这个要看那个教练的。因为教练有自己的想法，当然是他们也要配合教练的。教练，我们的看法跟他们的看法跟教练的看法角度都不一样。我们是希望他去打，他喜欢去里面打，教练喜欢和团体打。
这样。哦，因为毕竟他前两年都有报，那今年高三应该是他要大放异彩的时候了，可是反而是有点退步的情况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跟瓶颈，还有态度了。假如可以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会比前两年在高院的时候的数据来得更好。对啊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其实就撞墙期吧，懂吗？就是没办法像国中在球场上那么随心所欲，一定会在上高中帮手就是会一直蹩手蹩脚，就是达不到教练团的要求，所以达不到可能就没办法在场上胜任这样，没办法得到教练团的信任。所以就是要把自己改来，一直要改，一直要改，改到在场上可以得到教练团的信任，做到教练团的要求，帮助球队赢球。蛮期待的，因为去年两年当了两年的学弟啊，今年要扛重任啊，当学长啊，带领学弟打好每一场比赛，把自己的心理层面把先建设好，才可以去面对比赛。像上就是努力练球，认真练球，把自己的不足的地方都先强化，整体算调得还不错吧，对吧？大家气氛也不错，所以练起来就会气氛很好啊，去比赛的时候气氛就像练球一样，就会打得比较出色这样。